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you. 新浪娱乐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亦凡。这个反正关键是腰伤好些了吗？还能打篮球吗？对，需要养伤，暂时打不了。吃火锅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锅底、啊、一半一半鸳鸯锅。必点的三个食材是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有一个就肯定是午餐肉，真选肉。对。他最近手机里面在学习哪首歌？有一首歌最近单听的比较多的叫 Lose， 是 Travis 的一首歌。这次的新歌的名字叫 July， 那 July 其实就是七月，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主要是因为想在冬天里面带来一把火，就是很热呀、啊，放暑假的时候，对，就比较开心的时候。因为嘻哈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类型，那也是我自己的音乐的一个根儿的所在，音乐专辑肯定是会有的，我也希望能够尽快。嗯。比如你说像演唐僧这样的角色需要剃光头呢，其实是跟我自己反差很大的，但是其实演起来我非常的开心。第一感觉就是开心，终于看到自己终于演戏了。我最喜欢李奥纳多，就是挺想尝试一些反派啊、变态这种神经病什么这种角色，也是要找到好的机会。五六分吧，及格吧。未来希望能够慢慢的真正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嗯，对，因为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小鲜肉，平常心了，但我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看那些东西。